甲亢患者用什么口服药物进行治疗？那么甲亢的口服药物治疗呢，是甲亢治疗的基础，它使用非常广泛。那么它也可以用于手术及碘131治疗前的准备阶段。临床上呢，它分为两大类，一类呢是流量类，第二类呢是米唑类。流量类呢，我们最常见的呢，就是最常使用的是丙流氧嘧啶，它一般呢半衰期是60分钟，所以我们要求呢是每6到8小时需要给药一次。它可以抑制 T4 向 T3 的转换，所以呢它控制作用迅速，起效比较快。所以在我们临床上抢救甲状腺危象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常使用的首选的是丙流氧嘧啶。第二类呢是米唑类，临床上常用的呢是甲球米唑、他巴唑，进口的呢我们称为赛制，它的半衰期呢是4到6小时，所以每天它可以仅单独给药一次就可以。